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小草。今天呢，我来装一台 ROG 全家桶。OK， 话不多说，现在我就开始来装机了。先把主板拿出来。华硕 ROG C8DH 的主板。那还需要 N.2 的螺丝也拿出来。好，看到了。先来拆 CPU， AMD5950X 的 CPU。拆固态，两个3980破2T 的固态硬盘。先来拆第二个，准备安装固态硬盘，把主板的固态散热装甲拆下来先，把固态装上去，先对准一下。好，这张膜撕掉可以给固态散热的。装上去，锁上两颗螺丝就可以了。现在准备装第二个固态硬盘，装上固态，锁上螺丝，固定它。散热片这个膜撕掉，装上散热片就可以了。拆水冷，华硕 ROG 龙神360二代水冷，把它拿出来。先拆水冷呢，主要是要水冷的那四颗螺丝 ，AMD 处理器专用的。主板原装的，先拆掉。锁上水冷的四颗螺丝。拆内存，支持皇家戟16G 乘4条3600平米 C16 的内存，把拆出来。拆出来了之后呢，先把内存的膜给它撕了。好，膜撕完了，先把内存全部装到主板上面。好，内存装好了，先给主板撕膜，先把这张膜给它撕了。好，主板膜全部撕完了，拆电源，华硕 ROG 1200瓦雷神电源。把它拿出来，先把电源螺丝和神光同步的线拿出来，插电源线，现在插的是主板的24V供电 ，CPU 供电线8+4V， 电源的神光同步线，显卡的3个8V 线。SATA供电线，好了，电源线呢全部插好了。拆风扇，7个海盗船 QL 系列的风扇，把它拆出来。撕膜，风扇的两边都有一层膜。OK， 膜全部撕完了，先放一边。华硕 ROG 3090猛禽 O24G 显卡，把它拆了，拿出来。把 ROG 的眼睛拿出来，先把 ROG 眼睛贴上去，
把显卡的膜全部给它撕掉。好，膜全部撕完了。拆机箱华硕 ROG 太阳神机箱，OK， 把机箱拿出来，机箱玻璃先拆下来，然后把需要拆的全部先拆了。机箱原装的螺丝啊，都有分类的。安装主板，把主板装到机箱上面，对准螺丝孔位，然后锁上螺丝就可以了。先把机箱前面的风扇更换成为海盗船的。装上海盗船的风扇，好，先放一边。安装冷排的风扇，冷排的原装螺丝，锁上螺丝。一体水冷和前面的三个风扇啊，都固定到机箱支架上面了。我先把灯板的双面胶先给它贴了。机箱前面风扇先装上去，把线弄到后面，对准它卡进去。先来安装电源，撕掉电源的膜，锁上四颗螺丝就可以了。撕掉这一张膜，安装机箱后面的风扇，锁上螺丝，装好了，把水冷装到机箱上面，水冷的屏幕先拆了，英特尔扣具拆掉它，换上 AMD 的扣具，把原装的硅脂给它擦掉，涂上暴力声音的硅脂，装上冷头，锁上四颗螺丝就可以了。冷头上的膜给它撕掉，装上去，撕掉膜，把电源挡板装回去，贴上定制的灯板，
现在来装显卡，把显卡装到电脑里面，对准孔位，然后用力按下去，锁上两颗螺丝就可以了。插上显卡的供电线，3个8pin。OK， 这一台电脑已经全部装好测试好了，现在来给各位大佬演示一下神光同步。所有会发光的硬件都可以一键神光同步控制。想变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。很多种 RGB 模式可以选择，还可以一键关闭所有的灯。